压力啥了？压力你打游戏，你跑去打野，就是我们不知道，把你当垫背，你去垫，你恶心我了，还不让我恶心你，咋了？你怎么这么双标呢？你看嘛，你看嘛，你又去扣那个德玛西亚，你扣他干嘛？我来了，我跑啊，我跑啊，刷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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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怎么杀的？人家怎么杀的？你怎么杀的？我啃你！我操！啊啊！我都不杀，可惜了。刀妹闪现抢人头，这刀妹人家都六十个了，人家怎么杀的？你怎么杀的？你手看得到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你看得到，你倒是上啊！你倒是去杀呀！我上了呀！你没看到怎么伤害呀？我怎么抢啊？你上去打个德嘛！你上什么？伤害很高，师妹，你这个伤害好高啊！本来还以为你很懂我的，还行还行，嗯嗯，真的吗？你怎么现在跟个泼妇一样啊？怎么还说他泼妇啊？那你怎么报答我的？他俩撕起来了，我操！行，我们拿伙伴。我现在开心的，他俩撕起来。让他俩撕，咱们继续就是击杀。我们开心的很开心的。继续击杀。我们开心的很开心的。难受。师妹，他讲说打个游戏不知道怎么打的，他讲说他崩了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呀，我们知道啥呀？我们知道什么呀？你不要去打龙啦，你不要去打龙啦，我们只知道你操作跟屎一样呀，要不我们讲的。你来这么收人头啊？那操作跟你一样是啊。哎呀，跟谁一样谁心里清楚呀？哎呦，哎，他打我的，哎，他呀，打我虚伪宝贝。哎，妮子 ，nice， 我这个熊死，没事，所有都不死吗？死了，气死你！气死你，死不掉，小丑。我，哎，露露，哎，我算了，五杀拿不了，但是我的伤害很高，我黑暗收割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折磨就完事了，好吗 ？OK。你倒是去上啊！哎、呀你打什么野嘛？都没人了，我上啥呀？打什么野呢？那你知道没人了，你在那打野，哎、人家都是跑去抽收人头了，你跑去打野。哎呀，真的，西贝，我真的太……你爱什么爱？你爱什么爱？我好喜欢你啊！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有没有？你现在你说刚刚在中路，人家那么多人头，你不去？你是哪门子个喜欢？你跑去打野，我让你上，你说哎，人头被人家拿了。你是故意演我的吗？嗯，都有一点，都有一点。哎，哥们儿，我第一次感觉你这么无能，我没想到你这么能。你先听我说一句，你先听我说句话。那个王家浩买不买手机了？关你屁事啊！换不换手机、啊？人家都这么嘲讽你了，你不拿点实力出来吗？你不去杀人头吗？你就只知道打野，永远只会打野，打野能打一辈子吗？打野？我前一口杀了！快！哎呀！你要被他俩玩死吗？你快去呀！上啊！杀呀！我打不过呀，他们就知道针对我。王家浩买不买手机？现在、哎、买不买？换不换？手机是不是有点发烫了？啊？手机发烫了。你说人家在中路收那么多头，闭嘴！别狗叫，别狗叫，烦不烦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狗叫？没说你，你现在你收回刚刚你说的话，我就当你是生气了。哟，本来就无能。当你是口不择言了。你现在收回你刚刚说的话。守塔，守塔。换什么手机？我操了！我他妈都想把你换掉了，还收回。我给你收回毛线，我给你收回，自己那么无能，人头拿不到，还让我还想让我给你服软，你想什么屁吃呢？你想屁吃？我他妈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收回刚刚说的话。我他妈王家浩，老子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今天不把这局赢了，你他妈一辈子都不要想在我身上捞点。我跟你说，老他妈什么人呐、啊哎？老子对你这么好，你就这么报答老子的？还、他妈想让我给你服软？你拿出点你的实力啊！这么无能的一个男的，一个男人还不配做男人，还手脚都被狗吃了。这边你看到没？你他妈怎么说话的呀？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你这样子跟我说话是不是？看到了。你他妈怎么说话的？老板夫人。软饭男是这样的。不行呀。
的还想要手机？你要个屁吃！你要手机？手机都要了？这么对老子，这么对老子还要手机？居然还敢要手机！我靠！我打这么好都不敢问老板要手机呢。老板想把你换了，还想换手机？确实。长了个手机呀、啊！除了我他妈谁要你啊？你他妈一个飞机场，你以为自己很牛逼啊？飞机场，你他妈你再说一次，你是什么人？飞机场，老子养了你这么久，老子对你这么好，有瓜吃。现在要让老子给你服软，还来恶心老子？有瓜吃，飞机场，谁恶心你了？到底是谁恶心你了？对面在恶心我，好不好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哎，你倒是去恶心他们呀！你倒是拿点实力出来去恶心他们呀！他们这两个惩戒我怎么恶心啊？一点实力都没有，还在那叨叨叨叨叨叨。好好 Q。哎，是，哎呦，被他抢一个无所谓，我们拿的更多。哎呀！哎呀，这差一点。就是你看到了没？有利可图的时候叫人家老婆，无利可图的时候骂人家飞机场。哎呀，渣男呐！渣男。软饭男就算了，还这么渣，哎呀，人品好差哟！谁他妈吃软饭了？不要他妈的这里！啊、我怎么惩戒这个没有什么用啊？我这惩戒，我操！好像你活该，你就恶心人呗，带惩戒。怪不得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有钱呢，原来有一个飞机场。72个了，你这才8个呀？啥情况？听到没？听到没？人家都72个了，你才8个。你又在上路去打野，你打什么野嘛？叫什么叫？飞机场。叫什么叫飞机场？你他妈你是人吗？他妈不是人，你就早点说，老子上辈子倒了8辈子霉了，遇到你了。来个，我他妈倒8辈子没遇到你了，还好我他妈没娶你，我操！他妈的，老子看得上你，老子只是玩一玩你而已，老子看得上你。黑暗说哥真不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这个逼不知道自己是除了游戏厉害，老子能看上你。他不是体育生吗？排到法国去了。不是他不是体育生吗？我查当的。你他妈你是不是想分手？要是想分手，你把那东西还老子。还老子？什么逼玩意儿？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老子养你那么久，让你给我表现一点，你就这么表现的。我来了，什么东西还什么东西？哪有什么东西？把老子给你的所有东西全部还老子，吃的一分一厘给老子吐出来。Oh, nice！ 我啊，就是和我。你要是想分手，你他妈就早点讲，浪费老子时间，浪费老子感情，还浪费老子荷包。还行，吹不给我。玩游戏玩那么菜，我抢到了，抢到了你。你会不会看啊？本来我还觉得你，哎，很懂事，他妈的游戏都不会看。你抢到有什么用？我问马上给我9个人头和人家75个人头有什么用？我问你，你能翻盘吗？飞宝宝，你们能给我翻3倍了、啊？嗯，我好喜欢你，真的好棒啊！哎呀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我期待，我期待。王家浩。王家浩，我知道你不想分手，红红你不想分手你就来。不行，不行，徐斌，我觉得我对你的兄弟情好像变了质。你不想分手，你要是不想分手，你就拿点实力出来让我看看，让我看到你的男人那一面。6666，你这个实力，哎，那真的很难不让人喜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段位太低了，姐。那你也别说刚刚这算的话了，好吗？我刚也上头了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给你冷静期，我给你冷静期。那游戏有没有给我的冷静期？你注意点，你的人头数和实验的数，还有对面那个老贪婪的人头数，你注意一下好不好？我只希望你快点去杀人。76个，还差3个，还差4个。这把被他们恶心坏了，他们4个男人下把就正常玩，别恶心。真再正常玩啊？什么东西？就会恶心人这一套呗，怎么就恶心你了？没点实力只会恶心人。单价30，便宜，为什么还比你厉害？你这么贵，你这么贵的废物吗？没我厉害，恶心人呗。这么贵的废物，我很喜欢你这样中肯的评价别人。不是没你厉害，哎，你这个人又抛开事实不谈，我没你厉害，我怎么人头比你多呀？啊，就恶心人呗，怎么恶心我的？前期怎么恶心我的？你没恶心我呀？啊，
啊？我们被你恶心的时候都起来了呢，啊，你怎么像个废物一样？啊，怎么起不来了呢？啊，不是你不也恶心我了吗？我恶心你只是反击啊，正常呀。他妈老子打野怪都拿不了，野怪吃不了，我怎么升级啊？我怎么玩啊？那我对个线，你还让你老板来中路吃我线，我怎么对线呢？啊，你老板从一级就占我中路了，又是送人头的，又是那个吃兵的，为什么我行啊？就是啊。要顺便，要，不少，马上八十，别跑，斯卡莎，没事，哎呀，这个斯卡莎打不了，马上八十个了，你怎么就又死了？马上八十个了，你怎么就又死了？哎呀，打不了了，这把，你妈的正常玩一下吧，姐别急，好吧，哎呀。哎，让他们推了、哎、下把他妈的正常玩，都别恶心谁。推什么推呀、啊？我这英雄有斩杀的，何方又是人家的了？还推？我这个英雄是有斩杀的。怎么打嘛？这把？家家不守，你这英雄什么？他俩声音太大，我听不清了都。我这个英雄有斩杀的 ，Q 技能有斩杀的，好像被动还是 Q 求求有斩杀的。对。我求求你，可以呀。加我来守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西贝尔，还差一个翻三倍。我去杀人！我操！我已经激动的出手熟了，等你啊！杀人的时候你不要贴着那个球，你去杀呀球！等一下啊！防备啊！我的天！看你杀不到人呀、啊！等对面出来，不急。OK， 我来了。再打一把是吧？放你！哎，不是我，哎，我已经输掉了。Next！这你都拿不到，这没抢到。你干啥吃的？是啥呢？三倍。人家都八十个了，你干啥吃的？十个了，哎呀，有的人呢。啊，你怎么老来瞄我呀？六叔呢？连叔啊？我都这样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家都八十个头了，你干啥吃的？你现在还是九个。再追杀你，不追了。哎呀，这盖伦有点小看我伤害了。恶心啊，这些人！我1200点法强，我把我搞崩了。这里阴阳，然后你又在那里压力我。我现在很急。耶，翻三倍，怎么办？吵死了！吵的就是你，吵的就是你，怎么样？你去杀人吧！哎、呀你不要吵死了！怎么有狗在叫啊？哪来这么多狗啊？今晚、哎、怎么办呢？你快去杀人！你快去杀人！我现在很急，我现在非常急！你快去杀人！我现在赢了这么多，有人急不急？难受不难受？这多吓人！哎呀！你现在非常急，急也没有用呢。靠！怎么办呀？靠！宝宝，我尽力杀，宝宝，我尽力杀。再推呢？对面不给推塔，兄弟们，哎、对面不给推。这两个中路，来，中路来。我再推，兄弟们，我再推。好，来。徐瑞，我要保护你，我等你活。我在家里等你。把他杀了，快！这个香香，快把他杀了，快！这香香。就一丝，是不是被我的操作折服了？哎、杀了，宝宝！是不是被我们技能好多啊，差点没杀掉。哎呦，赶快叫人家被击惨！不过有一说一，喜欢玩游戏啊，喜欢玩游戏的女孩子确实喜欢那个，对那种操作厉害的，始终如一呢。别在这里废。跟你啊，见个男朋友啊，你给他发黑丝。那哪像你啊？问个女老板就是要手机的，你要不要脸呢？还老公老婆叫呢，对不对？谁见个老板要手机啊？这我老婆啊，老婆给我买个礼物怎么了？你是没有体验过老婆的感觉是不是？羡慕我有老婆是不是？你都哪有人那个？你都发上杀人，你快杀人，你快！再逼脸！你都叫上飞机场了，你还是赶紧杀人呐、啊！我哎呦，就知道针对我的盖伦跟魏呀、啊，老针对我呀！哎，不要想，
你他妈的，你杀人呐、啊！你再不杀人，你就不要是我老公了，你是别人的老公了。我的老公没有那么无能。我的老公没有那么无能。哎呀，笑飞！笑飞了，笑飞了。这个人还是在潜水里，我现在着急的要拼，你还死在潜水里，你倒是去杀人呐、啊！人家都85个了，人家都85个了，你才10个。人家马上马上又100个了，你的老公行不行呀？你的废物老公，你废物老公还不如我的，还不如我的顶级拼完呢。你上把还40多个，人家都压100多了，你这把10个，人家马上又上100多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还想去马尔代夫？还想要手机？要个锤子？你要？要手机？你快去杀人呐！出来就直接去人家水晶里面。啊！你这个伤害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看潜水里他都被人家拿了，卡了呀！卡还推了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宝宝没事，没事宝宝，下吧，我们正常玩。我的天，你这个伤害！解推塔太恶心了，卡都没了，在潜水里又杀一个，拿下！还行还行还行，太溜了太溜了，好恶心啊，好恶心啊，好恶心，好恶心啊，还有你恶心的、啊、正常玩嘛，谁怕谁啊，是个男人就正常玩，正常玩，是个男人就多杀一点。兄弟们怎么样，兄弟们没有让大家坐牢吧？来注册手游给大家抽一台苹果15，好吧，听说要手机那直接来咱们直播。